有啊，如果你们有的话，就第一张纸上来给我。OK，我会唱的话就尽量帮你安排，我不会唱的话就后面的那个报纸，后面会有报纸来，报纸帮你们安排唱。啊，闽南语歌曲跟华文歌曲哈。好，接下来带来一首就是中文歌曲，一首网络歌曲叫做《两枪》，送给大家，希望大家会喜欢。说保重，关上门的时候，我知道你也在偷偷眼泪流。我坐在门口，你不会懂我的感受。请不要再说你有多伤，我的心比你多重两枪，一枪只在了我的心房，一枪让我输的精光，请不要暴露你的伪装，曾经爱你的心已经绝望，既然爱到了无法收场，既然痛到了不敌死伤，就统统原谅。请不要再说你有多伤，我的心比你多重两枪，一枪刺在了我的心房，一枪让我的好输的精光，请不要暴露你的伪装，曾经爱你的心已经绝望，既然爱到了无法收场，既然痛到了不停厮伤。就偷偷原谅，是一首啊中国的一个网络歌曲这样啊，然后我听了之后哎就很有感触这样，我觉得其实每次人家都说好像哇你看那个女孩子受伤了，其实男人也有受伤的时候，只是可能男人没有太多的把它说出来呀、yeah, 所以我们也是有伤心的那一面，如果男人总是把那个东西都往里吞，你看大哥你听到我讲的时候你还他还跟他的老婆讲哦，你看鬼娘讲的对，你看
那个你都不怕回家就跪那个洗衣板啊，你都不会怕啊？通常有老婆在都不敢点，都点的这么用力啊！哇，你竟然真的是很有胆色这样子做。好，来，接下来就紧接着唱歌，接着唱歌唱一首。好好好，来一首大家应该都熟悉的一位歌手，啊，一首萧煌奇的歌曲，叫做《心里有针》，一首闽南语歌曲《心里有针》，送给大家，希望大家会喜欢。Thank you.
煞无声。原来那爱一个人苦就连我的键琴手都给我一个掌声鼓励鼓励，来一杯，先喝一点水呀、因为我唱歌的那个锅大到了啊，因为通常唱就是大概这么多首，来去你敲小又可以再回来再唱了、你们真的没有什么歌想要听的、你们这样子一直听我唱我排谁的，然后我自己点给自己唱这样。你懂为什么我敢这样子问吗？因为你们桌上都没有纸，你们没有办法写给我，因为我的歌都订好了，你们可能点上来我也不一定会唱。好来，OK， 接下来这首歌曲是我第一次尝试唱了 KTV， 每次都听人家唱，但是每次自己没有胆量唱。既然来到这边大家都自己认的话，那我就献丑了哈，这首歌大家应该有听过啦，一首叫做毕竟深爱过，有听过的掌声鼓励一下，毕竟深爱过。这个男的刚刚走进来的就是包子，他本来是很有型的，就是不懂是奇怪，我的绑头发他现在也绑头发，你看我们两个人都变成一样型了，你看等一下后面的两场就会他为你们就是服务为你们效劳哈，你们可以尽量那种越没有听过的歌啊越点给他唱，好挑战一下他，因为他需要磨练一下，明白吗？这首歌叫毕竟深爱过，第一次尝试唱，第一次唱啊，如果你们有听到什么怪怪好像我忘词这种，你们就直接吃东西啊，没有听到这样啊，毕竟是来过第一句讲唱 OK 可以了 OK 好 OK 来了吗、不是 我不是挑战我的，我是挑战你们的，挑战你们的耳朵。你坚持说着要走，说他比我要温柔，我明白你的追求，终于安静放了手。情歌听过了难受，它抚平的伤口，烈日单词的守护，眼泪在为你颤抖。我一定要忘记两个字，你们懂我唱现场吗？想情绪来证明这不是场游戏，却被抗拒怎么都是多余，我如何面对自己？你走进我生命却又转身离去，爱不可能有一个人惊喜，我接受你的决定，希望你以后选择我，也相信你有更好的生活，我会在心里默默地为你而执着，毕竟我们也
转身离去，爱不可能有一个人定性，我曾做你的签名，希望你以后不会后悔没选择我，也相信你有更好的生活，我会在心里唱错的毕竟是那个，每次都是这样，每次都是劲歌的那边不见掉，啊，这次是一个教训，啊，下一次你们听到我唱的时候，绝对不会再进错了，好不好 ？OK， 毕竟深爱过，哇，这首歌好像也不好唱哈，不好唱，不好唱，毕竟深爱过，哎，我会回去再多加练习，好，接下来我们还有什么歌？好，接下来也是一首网络的歌曲，一首多想在平庸的生活拥抱你。哎呀，好呀，因为我发现到我唱的歌曲好像都有点比较冷门。你们知道为什么我唱冷门的歌曲吗？因为如果唱那种流行歌曲，你要跟很多人比呀，你唱冷门的歌曲没有人跟你比呀，你就是自己唱自己爽这样。Yeah, 然后他们就没有一个 gauge 可以 gauge 看你唱的好不好。但是如果你唱周杰伦，哇，每个人都在唱周杰伦，哇，这个唱的比那个好，这个唱的比那个好。我进去的话，可能没有办法唱的跟他们一样好，所以我故意挑冷门的歌曲。Yeah, 那没有的比吗？你没有的比，就是我最厉害喽。Yeah, 所以为什么我唱错呢？他们想说周杰伦其实啊也常常忘词的。Yeah, 所以我效仿他，看看可不可以跟他一样帅这样。最后我刚才尝试了一下，好像没有跟他一样帅。Yeah。好，一首多想在平庸的生活拥抱你。Take photo now 啊。Okay. Scare me. I thought you want take photo now. I see halfway. 世界上有很多的东西。想不到来，死不带去。你能带走的只有自己和自己的脾气。你想拥有最美的爱情，你听过最美的旋律，触摸过一个人孤独的恐惧，也看到过最美的风景。我跌跌撞撞的。
唱到一半你们就走了啊，你们上厕所啊，你看我没有唱歌没有上厕所，我一唱歌要上厕所。世界上有很多的东西，生不带来死不带去，你能带走的只有自己和自己的脾气。你曾拥有最美的爱情，你听过最美的旋律，触摸过一个人孤独的恐惧，也看到过最美的风景。最后难免的结局。多想在平庸的生活拥抱你。Yeah. 我为什么会唱这首歌曲？因为我看到就是一个视频，讲说写这首歌的那些原唱人，他是98年出生的。98年是几岁耶？你几年？22吧。你几年？98，我是88年。哇，你老了，你老了，你哇，你98年到人家10岁，老了。98年的，所以是22岁，是吧？啊？21啊？然后真的听得懂嘞，华文，我们懂。马来同胞，哇，谢谢你，谢谢你。对啊，21岁，然后他的声音就是，我讲老成好不好？讲老气对不对？不可以，就是很沧桑、很沧桑的那种声音，好像那种烟酒喉，呀，好像迪克牛仔这样的声音。但是他才大概20出岁，呀，所以我听到他唱这首歌的时候，我想说，哇，我也想尝试一下，没有理由22岁可以唱，21岁可以唱，我32岁不可以唱嘛，对不对？但是我没有长得像32岁了，对不对？没有问你，没有问你，呀，啊，财神，有没有把你的财分给大家？分给你啊！呀，分给我，我也是要。谢谢你，哇，给我6颗啊，呀，5566啊，呀，也是台湾团体，呀，然后2020年刚开始嘛，我觉得我一直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感觉啊。about 2020年，我觉得这个新的开始会是一个很好很好的一个开始，然后今年一定会有很多很多的，我觉得收获也好呀，
学习经历也好，这个会是一个 very good year， 所以 OK， 大家也要加油，跟我一起加油 OK， yeah。来首闽南语的吧。好，接下来我要唱的这首歌曲是刚刚崛起的一位就是新秀所写的一首歌呀、yeah， 但是我在唱的时候有些东西可以做，有些东西千万不要做。好，好，这首歌叫做浪子回头。OK， 等一下，他一支一支一支在点，风机你唔通点哦，风机点着我讲嘛哈，只有爱啉会使做，你能啉 ，OK， 风机唔通乱点嘛哈。好，一首《浪子回头》送给大家，希望大家会喜欢。一支的鼎，酒一杯一杯一杯的干，请你爱体谅我，我酒量无好，莫甲我冲干。时间一天一天一天在走，我一滴一滴一滴在流，有一天咱拢老，娶某囝到。祝回头一滴一滴一滴的流，有一天。
浪子回，怎么大声？浪子回头，龙树回头，呀，这个是，这个是我看过第一首啊闽南语歌曲在啊 YouTube 上面的 views 破几十个 million 了，对，大概不懂是60到80个 million， 有没有？包子，包子，老婆台湾人嘛，老婆没来，你看带老婆来有食物就没有老公了哎，啊，好，好，接下来就来一首比较快节奏一点的好不好？一首也是之前非常疯传的一首啊，我们不一样呀。虽然每一个人都不一样啊，呀，这首歌应该是说啊，虽然我们都不一样，但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都是兄弟，因为他讲说想要下辈子再见面这样子呀，所以这个在英文应该是 We all put away our differences 啊。对不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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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不可以笑我，你们要帮我讲，我尽量讲英文呢。啊、oh, ，We have to put away our differences， 对不？啊、对 ，Yeah，and together as one。OK，OK。来一首我们，你们真的是这样，你们要帮忙我啊！我讲英文啊，我在努力呢。不然我一直百灵歌啊，我要去揣灵歌的嘛。现在百灵歌是华语跟福建，揣灵歌是加一个英文。你们如果没有这样笑我的话，我就会比较有勇气讲。但是如果你们一直笑我的话，我就会一直越来越不敢讲。对啊。在这里等你。
风雨。还要再来吗？好，没有聊，好，没有聊，没有。我本来是还想继续再唱的，哎呀呀，这首歌唱完了，呀呀呀，好 ，OK， 这首也是我就是今天为大家就是带来的就是最后一首歌曲，好不好？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在这边就是吃东西的时候也听我唱歌。后面的朋友，你们有没有听到我唱歌？我很少唱的嘞，哦，你们要有 appreciate， 我 appreciate 你们来嘞，你们最好天天来 ，OK。OK， 因为我们还有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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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就是 musician 会来这边为大家表演。OK， 如果你们想吃东西，就尽量来到这里，好不好？是不是叫我？好不好？好。好 ，OK， 我爱你们。拜拜。哦，好不好？你们有好啊，我爱你们，你们跟我拜拜，好不好？哦，OK，OK， 好，非常谢谢大家 ，Thank you，This is my set。